冬日里的东关街热气腾腾，这里是阜阳传统美食街，汇聚了品种繁多的地方小吃，地处南北交接的阜阳，人们钟情于各类面食。对于阜阳人而言，一日三餐无馍不欢，无面不香。这个蒸笼馍就出在我们阜阳，我印象中，包括是全国了，你除了阜阳到周边县市都没有，也就以前的那老几家。阜阳的枕头馍因形似枕头而得名，一个足有四斤重，做馍的手艺多是家族传承。我们老太那一辈儿就做这个枕头馍，当时在营州府衙门里边，就现在的政府食堂。用米酒起面是制作枕头馍的第一步。从我一记忆中啊，一直都用这个米酒发酵，这味儿大家都喜欢吃。它自然发酵的时候，上面起的都那个小跟小鱼泡的，最起码得到十多小时以后，还能保证馍味儿。一根3米左右的擀面杖压上全身的力量，然后反复数百下，直到面坯变得柔软又有韧性。从木杠子换到铁杠子，木杠子我压断有3-4根，不压断一头栽到杆子底下。哎呦，那栽过几回，这个揉面机就是节省劳力，人没有那么辛苦了。阜阳枕头馍的来历，相传与南宋初年爆发的顺昌之战有关。我们有地方志都有记载。顺昌就是今日的阜阳，当时正值新麦收割，为了支持宋军抗金，顺昌府的老百姓就把麦子做成大馍带入城内。这个困了，给那个管针饿了找刀，削一片就管充饥了，完了喝点水就吃饱了。最终宋军以少胜多，顺昌大捷。从此枕头馍变成了阜阳人独特的手艺，流传至今。你看这摊的东西不蹦蹦的，那就不完整，这都是老辈传下来，那就是凭感觉。直径2米的铁锅内水汽充足，大馍上锅后要保证温度恒定在摄氏90度，就是你保证那个锅有元气才会散。你馍上到锅里，最起码在10分钟之内保证锅元气，在火上再慢慢的煎，这就比较稳了。蒸好的馍表面洁白，馍胶金黄，切开一片能看到馍瓣层层香包，吃在口中香酥柔润，松软耐嚼。地道真的馍，你看它的馍胶，就下边那个馍胶，家能吃动都喜欢吃这个胶底，它香，它酥，你越嚼那个麦香味更浓。按照我们这个外卖的这个生活习惯吧，叫溜。另外一个可以这个油炸，你那吃的可香。